Ultra Dash Z3 Plus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好。Hello, everybody, 欢迎收看这期你要买多少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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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来到现场的是什么？2007年的 Z4 SI 3000cc 的力后 Let's Do 用 Let's Do Four 哦，好 Four 呀，用也是 Four 啊，哦，用也是后，他们哎，又是后，力后，力后，力量的朋友，力后，大概要看力量，哎，就这呢，踢后力后，比力后差。我们之前好像有拍过一个斜背版的嘛，对，那这个呢是敞篷版的，这是一个台南来的网友。好朋友，好朋友，恭喜好朋友，我还讲，共同好朋友，成交以后才知道是不是好朋友啦。那据我所知啊，他说他这个车也没买多久，他买回去已经花20万，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？他说他花了20万，好才买没一年，他说要卖掉，你敢信？不太敢。你又不觉得很可怕？对，你已经花20万了，是不是有什么修不好的东西？对不对？修不好的东西啊，有可能吧？对对。要不然你已经花20，哎，这个停损不是这样设的吧？断点断得有点奇怪。对，所以这个我们来等一下仔细看一下。哦，基本上这个车子啊，坦白说，我也没什么行情的，因为它这个是旧一代的嘛，哦，已经不是新款的。啊，旧一代的呢，价钱啊，我也是乱乱报，乱乱报，乱乱报。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要问谁，这个市场上哦，我也问不到什么同行我在收这个车，我就凭感觉报他就来了。啊，来的原因是啊，他说基本上线上的网红了没有？嗯，他基本上问一轮，我也是其中一个。啊，你也是啊？对啊，所以这哈哦，买起普粉嘛，普粉，没啦，没啥在讲。哎，我看我们的节目都是恩公啦。他说哈，只有我回他而已。啊，是，只有你回他。越来越不对劲呢，怪怪的。对啊，都开120万，啊，今麦搁来，啊，哥哥无人敢回，敢我敢回你啊，所以再来啊，一嘟来，一嘟来，有无？你不要吃，有没有？一直嘟来，有没有？一直嘟啊，不要，那头一直什么啊？一嘟啊，你打一直嘟不？哎，意思不啦？一嘟一嘟，会反胃。哎，好，看一下车，看一下车，好不好？基本上车呢，哎，有鸟屎哈。哎，小甜甜布兰博呢？丢呢，我从刚刚我就听他中控锁一直在跳，闹鬼了是不是？棚内装，他刚刚一直在跳，不知道跳三小。有吗？我刚就听他在跳的声音啊，我现在来他又不跳了。哎，看方向盘呐，哎呦，等，霹雳车啊，无所不能啊。那下面应该有剪掉。无孔不入啊，哎，那真的是切断的呢。对啊，超帅，看这很帅，我们开棚比较好看好了，好吧？哎。他门为什么只能开在这边？不像，他只能开到那边吗？开不了啦，你还开？到底啦？欸，真的？哎，干你不要掰断呢！真的。你不要掰断呢！你真的有出力哦，我感觉呢。这样好不好？他只能夹到这里。哎，出入口也够小的啦，你来看。啊，泰山这里塞得进去吗？是蛮帅的，可是感觉好像很难塞进去，很难塞进去啊！我来塞看看啊。塞一下。而且我跟你讲，他跟我说他有改这个免钥匙启动，所以他这个是没有钥匙。而且来看，他改成新型的。中间那一块是什么荧幕？应该是荧幕，可是他没有荧幕，他是假的。是假的。他没有荧幕吗？哦。感觉好像可以滑，有没有？可以自动开出来。哦，没有，没有这功能，只有开门跟锁门的功能。是啊。哎，我在跑这个，在跑啥的啊？哎。我这样抱着还不错哦，等一下这样帮我拍张照好了。哎，外观还有改这个卡泵啊，这四盖而已啦，我这边都看得到它贴上去的痕迹，靠北啊。啊，卡泵，哎呦，哎呦，啊，老啊啦 ，i key 给糟了哎，我 i key 呢，这个年代那个时候还没有 i key， 你知道吗？哎，这好像是新的呢，哇，它还粘呢，它很专业，它用 tape 粘呢。他舍不得买保护贴，他用黑贴布粘一个纸，啊二哦，他这个也挡，有点挡到出风口了。嗯，看这皮都坏掉了，哎呦，那个哦，好恶心哦，自己粘的吧？他来聊吧呢，啊，这到那边他亏哈，这开棚了啊，哦，底下，等，我先把门关起来。哦，这下来有没有？嗯，这叫什么？对应验车模式，你知道吗？去验车就这样验就好了，嗯，不要拉上来。有验车模式这种东西。你翘起来，他摄影机拍到你，你就不行。对啊，你就不行了啊。所以他这个先让你正常开启，再先上来啊。不会开啊？怎么开？
这里没有机构啊，这不是直接按开就好了吗？它不开了，哎，棚坏掉了，棚坏掉了吗？干坏掉了啦，只能手动啦，手动。哎，有收下去吗？他没有说，说得很近。啊，卡住了吗？卡不住哦，卡不住，所以棚坏掉了，所以它还是会起来。啊啊，你那好帅啦！哎，这等下就是要开棚啊呢。不是啊，开钱的开，花钱花钱的话，要弄敞篷了啦。我最怕这种老车前面放这个了，欲盖弥彰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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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样，冷气蛮冷的啦。哎啊，安全气囊灯也亮，灯泡灯也亮，嗯，靠北啊，变速箱的惊叹号也亮。我躲啊哇，要开这么多钱？看我呢，是不要搭配，冷气蛮冷的。你说什么十五万公里哦？我还以为你说跟他买15万，没有啦，15万我可以买哦，我觉得15万 OK 哦，哎，杯架你加啦，好不好？哦，这立后杯架，哦，好险杯架还是好的，啊，这么卡棒，好不好？啊，该里里拉拉的都里里拉拉的，哦，你看，哦，哎，我刚刚在讲帅呢，这开起来不知道什么感觉哈，哎哎哎，转弯啊，一转，哎呦，哎那嘞，哇，直接切掉啊，用个盖子盖起来呢哦，对啊，这就只能这样。抓有限的位置，嗯，欸，那很酷哎，我第一次看到有这个哦，这种卡棒的呢，哦，这还方盘还快播哎，嗯，欸，这韩东路也袂歹吼，哎，在哪呢？两公里，好像没上去，欸，这变速箱也亮灯呢，靠腰，这都灯都不亮了，排挡灯都没有了，你看它这个卡棒有没有？嗯，我打开，哦，它就有个盖子，那不是说长按会熄火？哎，该不熄火了啦！为什么？三小，可是开棚之下不能熄，开棚不能熄火，是这样吗？不可能啊！哎，这样真的不熄火，为什么？哎，这可以整只抽起来啊！它改成那个新型的啦！哦，所以灯那边有灯呢。哎，这完整度很高呢。F 四代的排档杆啊，啊，可是它会动啊，靠腰转动。哎，那呢？哎，它这不熄火啊！等一下再问车主了，我先把车子看完好了，好不好？就让它发动，那没油了，想说不要给人家一直发，靠腰这边要够了。哎，我等一下等一下下车又是一个困难点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哎，干这不帅啊！哎，我应该要砸刀起来哈。对啊，假设我很帅，停好车嘛，鬼门嘛，哎，呵，妹子，要怎么举起来？哎，干什么举不起来？举起来啊！哎，落差了，再一次，哎，不行啊，力气不够还举不起来嘞。哦哦，哎，天，哎，阿德那好帅啦！练身体，我拍你，你来，你来开一次，你看你能不能一手把它举起来？我看泰山力气有比较大，应该是不行。哦，请上车，请上车。这样吗？啊，你连关都关不起来啊！好，来打开，抬举。啊，好嘞。啊，有没有练到三头？而且他出来也不帅呢，对吧？怎么讲？哎，四出为管呢，前面有开机啊，哦，啊，后面还有个尾翼，有不？啊嘞，哇，你看这个爱车人士，你看，车药水归堆啊，阿哥这边在换啥？啊，奥利啊，原本的那个门有没有？改砸到车门的奥利就炸来了，我操，这前面被挤来呀！前面被挤啊，我跟你讲，哎，你看啊。V 零 A 倒变路的啦 ，Smart 的，你看到无？啊，长度才这样，不漏鬼的啦。哎，欸，粉红色、粉红色的腰带，为什么？如果是唱出一条歌，为什么？我够去唱出一条歌啊！哇，哎，欸，你看这很帅呢哦，回风网跟这个翻滚龙。哦，它，啊，这个棚子现在只能手动收到这里而已。嗯，那，啊，这样子开不会飞起来？不会，这很重啊，可是手拿都拿不太起来。你看，哦，对啊，好不好？看一下板件。啊，这个一定拆过啦，因为它改砸到车门，螺丝一定有拆啊。嗯，啊，这车其实原板件不原板件的不重要，就 OK 就好了。好看引擎盖，看车头。哦，你看这个车头有够长。哎，欸，不那把呢啊！叭！哎，欸，不过引擎没有油嘞。看这一侧，他真的有花钱。嗯，他这个引擎有整理过，有没有？嗯，他这个引擎有整理过了。
我一直骑这边啊。对啊。好，这六缸的引擎哦，叶子板没有拆，而且它这片叶子板，没事。哦，这个我觉得拉杆三角形，这拉杆我记得好像原厂就有吧？哎，是原厂就有？哦，我真的忘了，应该是原厂就有。好啊，这也是一样，一个隔音隔热的毯子。引擎盖我看一下螺丝，我看到贴纸还在。哦，螺丝没拆。OK， 哎，我干嘛这个？这边要够啊。这什么菇咧？菇咧，乱菇咯。哇，欸，这有个缝好大，要修啊！小缝银边又大缝呢，大缝，这几家大缝呢？啊，这边呢？欸，他是不是，啊，他是不是买到不合的曼马？有可能。这个曼马是不合，看起来是不合啊，跟大灯不合啊。嗯。啊，不，那有可能啊呢？那应该买到不合的曼马哦。好，那铝圈我看胎，22年的，所以他真的回来有花钱，你看碟盘很漂亮。嗯。然后这个回来应该真的有花钱，已经有整理过了。哇，我看后面轮子，哎，他换两轮而已，20的、20的，哦，后面的碟盘不知道被烫到腰，啊，后面碟盘不行，后面的那个轮胎跟碟盘没有花，这个棚就不知道修多少钱，啊，哎，外观还不错啦，意外啦，上面有放一些洗车用品哦，代表他应该也是有喜欢这个车，当初才会去买啊，就这个棚有点恶心而已，还有一些内饰的地方，你看像这裂开，这个真的很麻烦。好不好？嗯嗯嗯。好，这回风网没有它这啊，这个卡不住了。它这好像是选配的嘛，它是可以拆掉。嗯，不然就拆掉，不要用就好。好啦，我先去问一下车主啦，好不好？哦，现在喇叭坐在这里，有吗？有，后面。哦，他有去换过喇叭，那卡米吉，那卡米吉以前在玩音响的时候是蛮贵的，要买那个日本正那卡米吉的，不能买别的地方做的，他有别的地方代工的。好啦，我看到这個，我加练练，你知道吗？本来很兴奋的，整个都冷，鬼中练起来。我先去跟车主了解一下真实的状况是怎样，要不然真的再嘟过来，我真的，我们老车真的很多了。好，我等一下回来跟观众朋友分享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好，问啊，他说他本来是要圆梦，梦被毁灭了。为什么？他说他回来真的花20万呢，啊。他说包含轮胎、底盘、引擎整个整理、音响、影音设备，他真的觉得内装那些东西真的很烦。他说棚子坏了，然后他去改那个免钥匙启动也是他花的，砸到车门。棚子他要修，内装件他觉得整个整理起来花钱花到现在哦，已经被家人反对了。他当初买这个车买40-50万。哦，买不到一年。然后他说他整理的真的是有一点，讲都是讲说没那么多时间呐，啊。好，哦，啊，其实跟我们一样，我能够理解他讲的啦。有时候，哦，你看我们那么多老车有没有？嗯，整理到最后真的会觉得很灰心，就是料找不到，找半天的。我们现在好多老车也在等料，每台都在等料。对。啊，哦，有时候缺个东西，整个都不能做，影片不能拍，就为了一样东西，影片都不能剪，不能拍，不能上片。哦，所以整理老车他讲，我能体会啦，我能够接受了。我能够接受他停损点为什么会设在这个地方。好，哦，他说他不再不设下停损点的话，他可能是会这个妻离子散。当初哦，我记得我跟他报30万呢，我如果没记错的话，然后他就如同我刚刚讲了，他真的问一轮了都没有人肯跟他报价了。听到这个车子以外，再听到这个车况，哦，大家就连报价都懒得报。好，哦，这也合理啦，他只有小师傅等他笑笑嘛。好，哦，我们就有时候疯疯癫癫的，然后他就说师哥这个真的也是我们粉丝啦，他说尽量说。看能不能尽量帮忙处理，他真的是赔蛮多的，买40-50万，再加上花的20万，60几万。我不要说30，我跟他买个20好了啊。如果他愿意的话嘛，嗯，跟他买个20万，他也要赔多少呢？40呢？买台车不到一年赔40哎，啊，不如买玛莎拉蒂。啊，希望嘛是圆梦的一种啊。好啊，其实说实在，我刚刚看到顶棚我就很欢乐了啦。我第一个担心的就是这个棚啊，嗯，不能自动开啊，它的那个棚面的状况皮也不是很好。第二个马达应该有问题的，所以没办法自动开启的。再来一个就是它的内装的一些件啊，一些料件的破损啊，这个基本上你要找到一样的料件难度颇高。我们在整理车最怕要找这种内装件，因为啊，哦，新的太贵花不下去啊，旧的你又找不到。这个买回来洗干净放在那边拍照是蛮帅的。对，啊，只有拍照而已。不会啊，他是说师哥引擎整理的不错，他说开起来基本上应该都还 OK， 因为他台南开上来呢。好，他说引擎、底盘、冷气都 OK 了啦。那他也讲说啊，师哥我花到一个程度，接下来你继续整理下去，或是你们把它转给对他有爱的人，好，让下一个人继续接手了。
我是觉得啦，不然七七八八啦，这个车要跟人家买十几万，我觉得机会不大。坦白话讲，来跟他出个二十万，哎，这样几台车，假设我们回来花十万、三十万，如果车况可以整理得起来，假设整理得起来的话，嗯，应该还 OK 啦，我觉得。好，我感觉是这样，那我就去跟他处理了，好不好？我请假笑不太出来，啊，人家是没有要嘟给我们的啦，没有啦。对，他是说你就觉得合理的，因为他一趟路台南上来，我也不好让他再下去。你看他这个胶条，应该他这个都重新要整理过。这胶条看起来是新的，很软的。你指头按一下，很软。哦，对啊。他真的有整理到一个程度，是有弹性。他真的处理不下去。哦。好了，我来跟他出了哈，等我回来。Ultra Dash Z3 Plus，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好了，已估啦，较近啦，较近。成交金额哦，你有偌济？十八。十八，哈，十八岁那年的雨季，十八岁那年的雨季，阿丽莎哦，哎、欸，那我朋友请，我朋友请回，阿丽莎，朋友，多谢朋友，那我朋友啊，阿颖啊，阿颖，啊，不是银魂的阿颖啊，阿颖啦，阿颖，林志颖啦，林志颖请回，十八岁那年的雨季，哎、欸，啊，拍谁？那是十七岁，哎、欸，不是，你跟人家出十几万太狠了啦，这个车，拜托哎、欸。在旁阿家呢，立后呢，我们这台车就算什么都不整理，什么都不包，开出去也是很麻呢。哦，对了，好了，最后我们已估的金额是二十万，就是我去跟他讲二十，他就好。哦，对啊，他停损点准备设了啦。哦，他就是今天来就是没有要回头，永远不回头了啦。永远不回头。在天色破晓之前，我想要看海面，潮汐起点。让自己心跳永远。我怎么唱歌？他不回头了，不回头，好吧。啊，这个东西是这样哦，我们店里面很多老车一直都不卖，除了整理不出来以外，还有一个是不敢卖。老车怕人家买回去花很多钱啊，所以呢，其实呢，我们的心态是一样的哦。我跟大家看小事长知识，好不好？我跟大家分享过哦，一些什么 FB 社团呐、啊，什么自售哎，有无？卖一些老车，弄来讲无代修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三个字？我跟你说啦，假设这个啦，这种不要说九几年的啦，这种零几年的车就好了，二十年的车就好了啦。跟你说无代修，你敢信？黑头黑头没出啥，你知道？泰山，你讲个四五十岁啊，你处理个讲我一天才七盖，啊，谁会信你？放牛七盖，我相信啦。对啊，好、哦，所以其实无代修就两种啦，一种是他真的，我相信有人真的他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、精神、金钱去照顾他的车，把它弄成真正无代修。但我告诉你好不好，十台里面找不到一台啦。以比例来讲，我想一百台只有一台而已啦。我的经验是这样啦。啊，第二个状况，除了我们刚刚讲了百分之一的状况以外，第二个状况是什么？他对自己太有信心啦。你大概要敢切啦，敢冒空，我要你就没有一次嘛。他老婆到现在都活得很好，没有死掉过啦。对。你懂我意思吗？我懂。对自己太有信心了嘛。那基本上呢，依小师的经验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卖的车，不要说老车，只要有点年纪的，我绝对不敢跟你说无代修。每个人标准不一样嘛。哎，干嘛 ending 那呢？修个丢姐，好不好？哦，哪里坏哪里坏？哦，这车有问题哦。小师，你买我车怎么会丢？啊，开来，哎、欸，没有，好好的啊，有啦，昨天有丢一下啦，有啦，你要帮我修啦，有没有？啊，现在没丢，我不知道怎么修啊，有啦，我这个丢啊，我录起来给你看啊，弄啊，不是，修车本来就是要怎样，要有症状嘛，对啊，你没症状，你跟他来啊，哎、欸，客人来，小师，我跟你讲，我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开回中立老家，在那个田边的时候，我的方向盘转弯都会听到里面哗啦哗啦哗啦的声音呐。我说啊，平常开没有？他说平常都没声音。我更闹鬼哦！我一直回来啊，回来跟他出去试有没有？没声音啊。他说哎、欸，对，师哥没声音呢。啊，不然下次有声音我再来，有没有？啊，下次有了，哎、欸，是不是有、哦？我回中立老家哦，在那个田边的时候，我说你那个是不是很荒凉？有闹鬼是不是？结果不小心啊，你知道吗？喇叭盖拆开，里面掉一块钱进去啊，那个声音很小，你只有在很安静、很安静的地方你会听到。我要表达的，看小师长知识的点在哪里，就是无代修每个人标准不一样。我是不太相信什么叫无代修这种东西啦。基本上呢，车上的年纪呢，一定有东西要修，就看你的标准在哪里，你爱它有多少，把它整理到什么程度。那他说以他的标准，他觉得还要再花二十万可能都不够，所以他觉得他还是把它停损点设出来，那接下来呢，交给这个小师来处理。今天这一台2007年的 VNR 银老木，哎，利后最后已估的金额
20万元，跟大家分享。喜欢影片记得订阅、留言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下周见，拜拜。看似严格会改变，年纪的泪水不会白流。好厉啊！好厉害啊！70B 耶！70B。哦。可以啊。你就当了吧。今天要落来，那个。哎，这你动车。像不像？因为你这样下来会卡住啊！我刚那个最完美的，我刚怎么转的？打开了嘛？嗯。就这样吧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